各位，这次慧蟹姐几乎是用拨弦，噔噔噔噔，已经没有那个噔噔噔噔，因为不能大声，要很小声。这个时候很神秘的，为什么神秘？因为要战胜这个可怕的东西，所以这次这个 schedule 它就很低姿态的啊。尤其这里，你看在前面，它有那种很那个很显眼的、很醒目的那个低音体，可是在这里，你听到都是点的，都是点状的，好，都是点的。你光比较这两个24小节，听起来就很舒服的啊，很美妙的。然后进入这个扩大呢，各位一进入这个扩大，我依旧没有写小节啊，因为这里没有必要。这个扩大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隧道，是一个隧道。在这个黢黑的这个隧道里头，我们会听到不断挣扎的音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像天人交战一样，好，这是邪恶跟正义在矛盾、在冲突、在挣扎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扩大是一个关键的，是一个关键，就是下地狱或者上天堂的关键，在这边挣扎。当然，贝多芬的音乐最后一定是上去的啊。你听听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，各位，正是 Bel Aspera Ad Astra 的最典型的写照，这个扩大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这里接下去，好不好？我们从这里，然后听这个扩大。这个扩大，你要注意，它进入扩大之后，那里的那个音乐的一种混杂、混乱一样的哈，然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。视觉的联想，什么是一种视觉的联想？你听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